啊！猪猪冲上来了，冲上最受欢迎，但是他还是没有超越这个的招举奖。这个招举奖是18，猪猪目前是16。等等啊！哇，这期真的是财富自由哎！忍道者说他财富自由吗？因为他真的是完全不用担心。我现在已经不用担心我的金币的倒挂了，除非是我用到最高倍啦。哎，中了吗？嚯嚯嚯，太夸张了！哇！哦，这期我喜欢这期的原因，天啊！大家看一下，直接变成36了。哎天哪！吼吼吼！啊？啊？连中两次？太扯了吧！我靠！再看一下那个经验条。哇！我现在就看那个第一名要怎么，我现在就看那个第二名要怎么带走我。一定不会让你的。大家看一下，我已经到40了，而且我一个经验就直接跳好几趴。其实我其实一直玩着玩着，我也不知道什么金币突然爆冲啊，然后直接财富自由，超开心。哦，财富自由之后，你看我现在消耗最大，财富自由就是你消耗最大，你都不用担心你的金币了。你看我现在，啊，我差点中超巨奖。这太夸张了吧！哎，我中巨奖哦！我没有吓到。哎，有张在里面有跳出来，我中奖。哎，我知道为什么这个最受欢迎了，我这个真的是太好中了啊！